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啊！大家一起跟我皈依三宝。阿舍黎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黎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黎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请睇《大经科注》第201页。第六行睇起，所被禁忌，我哋睇注解，从注解度睇起。前明本讲经讲修万类，普被三根，今当更明万类之内如何是气，三根之中谁是当机。前面方便利用，讲过佛说《大乘无量寿经》，确确实实是讲修万类，男女老幼言语不俏，这里讲的是人类，不单止人类，佢仲包括埋十法界，相、智、声闻缘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人人都有份。三根上中下三根，上根是菩萨，中根是声闻缘觉，下根是六道众生。这一段呢，众更加同我哋说明，呢万类之内点先系气，根气，三根之中
咩人最当机？下面念老同我哋讲，根气有士气与非气之别，破漏之气不堪承受法怒，将佛法比喻做金炉。咁嗰啲人係非气。傻抄讲念慈大师嘅前三非气边三种，唔相信嘅人，唔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唔肯念佛，咁呢三种呢？是非气。反过来呢都是气。气和非气是比喻。气是个器皿，譬如一个茶碗，这个茶碗没有坏到好好用，这个是个器具。如果这个茶碗有窿有破碎，我们装茶水它就会漏了，这样叫废气。用这个比喻，这个法门是适合什么人？不相信的，对他不起作用。阿弥陀佛再慈悲亦无办法接引他去极乐世界，他不相信。另外一种呢，他虽然相信有极乐世界，他不想去。这个世界几好啊，值得他留恋，他不愿意去，那亦无可能得利益。第三种，他亦信，他亦想去，但是他不会念佛，懒散偷懒，那亦不得。反过来，具足有信有愿又肯念佛，咁呢个全系正宗嘅根器。我哋继续睇下边，呢度系念老为我们注解的。我们看老人的开示，信信什么？要信生佛不疑，是心是佛，持心作法。我们时时在一起学习，藕益大师讲六种信。第一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什么呢？相信自己本来是佛，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印度传统文化里头和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
呢一点我哋一定要知道。中国由细母亲培养仔女嘅信心，相信咩呢？相信人性本善，将呢个意思写喺《同盟课本》第一句，《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点解呢？中国传统教育是圣贤教育，性本善就是圣人，性本善就是佛陀。所以佛法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相信。点解呢？你相信你先能成佛，学佛能成佛，学儒能成圣，学道能成神仙。你冇信心点得呢？念老在这里也讲得好好，要相信生佛不易，生是众生，佛是佛陀，众生和佛是一不是二，这个意思更加深了。为什么呢？我们同一个本性，本性本善，咁就係佛。咁我哋而家呢？我哋而家本性本善唔见咗啦，迷咗，而家变成咩呢？变成杂性，杂性唔善就係众生。但係一定要知道，杂性同本性係一个性，只是一个误，一个迷。自性觉悟了就是佛，自性迷惑了就是众生，并不是两个性，是一个性。这一点很重要的。下面引用的是净土法门理论的依据，就是这两句话。净土根据的道理，观经上讲的那两句，是心是佛，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的真心本来是佛，现在想做佛，和是心是佛相应，当然能成就。我哋现前，我哋现前是心是佛冇错，但系我哋是心冇做佛。我哋喺十法界里头，人法界，咁就系是心是佛，是心做人。做人人是什么？在中国古圣先贤跟我们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些是人。这四科我们将它合起来，
咁就係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具足呢十二个字，佢係人。而家所讲嘅有道德嘅人，中国老祖宗用呢啲嚟教化后代，我相信唔止一万年，有文字到而家，文字系皇帝时候发明嘅，大概有4500年，冇文字。唔可以话冇文化，唔可以话冇教育。古人嘅教育既简单扼要，唔麻烦，好记你先能做到，唔繁杂。你睇五伦教我哋人同人咩关系，好重要啊。关系如果搞唔清楚，社会就乱啦。而家社会动乱，点解会乱？关系搞唔清楚，冇人教，冇人讲，五伦第一个父子嘅关系，父子又亲，而家冇人讲啦。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呢啲系人嘅关系。古时候由细就教，细路仔由细就见到、睇见呢个世间每一个人都懂得。佢睇见啊，佢听到啦，佢学识啦，所以古时候教学唔难，而家教学非常困难。点解呢？人冇呢个概念，亦未听人讲过，你要俾佢嘅话，佢未见过，由细到大未见过。所以而家好多做父母嘅同我讲，细路仔好难教，好多学校老师同我讲，学生好难教。呢种系而家嘅社会啦。我生活喺抗战时期，小学、中学，从来未听过仔女难教嘅，未听过。话学生难教，亦未听过。我哋喺学校读书，小学、中学。个个都知道尊师重道啊，边有唔敬老师嘅学生噶？
好少听到。边有唔孝父母嘅仔女㗎，亦好少听到。呢种事情抗战胜利之后大概十年。战后嘅十年社会秩序乱咗啦。呢啲事情发生啦。特别系科学技术发展到每个屋企里头有电视、有电脑、有电动游戏机，惨啦！问题突显啦，点解呢？屋企小朋友边个教佢？电视教佢，网路教佢，电子游戏机教佢。电视网路所播嘅都系杀盗淫网，小朋友由细就学识啦。佢一出生，眼一睁开就睇到电视。三年，中国古人讲嘅，从出生到三岁嗰一千日叫扎。根教育，古时候呢三年，母亲最辛苦，母亲要将个仔睇好，因为中国古人知道，小朋友一出世就非常聪明，唔好以为佢唔懂事，咁你就睇错啦。佢一出世佢就喺度学，佢喺度睇，专心睇，注意睇，佢喺度听。佢所接触到嘅慢慢就都学识啦。因此所有负面嘅同伦理道德相悖嘅绝对唔好俾婴儿见到，唔好俾佢听到，唔好俾佢接触到，咁叫咩呀？叫扎根教育。佢所见到嘅全系正面嘅，夫妻喺房里头，小朋友睁开眼。夫妻要彬彬有礼，要互相尊重。点解呀？俾细路仔睇呀。夫妻互相拥抱，绝对唔好俾小朋友见到。正面表演俾佢睇，父母孝顺佢嘅父母，俾小朋友见到，佢将来就学会孝顺父母。父母同佢叔伯在一起的时候，等他学剃度，他将来懂得怎同兄弟姐妹相处，要将长幼有序表演出来。给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将呢啲根深深咁扎落去。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唔系读俾小朋友听噶，亦唔系教小朋友去读去背噶，唔系噶，都系父母喺日常生活之中做到啦，表演俾佢睇。细路仔虽然唔识字，未读过书，佢全体识噶，全体懂啦，记喺心度。虽然少少年纪，三岁四岁，你睇佢言谈举止就好似个小大人咁。唔单止佢懂得，佢学识啦，表演喺生活，表演喺游戏，表演喺处事待人接物，咁点会唔好教呢？太好教啦。所以到五岁六岁就送佢返学啦。家学，古时候大家族有私塾，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请一个塾师老师来教，老师怎么教？老师要将仁义道德做出来俾学生睇，你睇三岁之前系睇父母嘅，父母做榜样俾佢睇，一入学之后老师做榜样俾佢睇，老师最重要嘅身教。要将呢个小朋友带大啊，带到几大呢？十三四岁，十三四岁好懂事啦。天赋高的，聪明才智，我们通常说上根人，十八九岁就考中进士，考中进士，考中举人，他就有资格当袁市长。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应该是在抗战初期，我是以后在台湾遇到的，他学佛了，时时来听我讲经，他十九岁当院长。那个时候抗战时期，蒋介石先生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指挥全体作战的，对日本抗战的统帅。有一日他从那个院道经过，听说那个院长十九岁，细路嘛，要去看下到底他得不得。见到面以后一看
确实，湖南人，湖南才子。以后就将佢带喺身边做秘书。丞相叫张陵，晚年学法就同我好熟，佢系我哋见到嘅一个，19岁当院长，而家嗰啲人都唔喺度啦。所以而家讲到信心真难，边个都冇办法啦，只好讲佛道有缘人，真正肯信有缘，冇缘嘅度唔到，佢唔相信啊，学佛真难。真唔容易，我自己系个过来人，好清楚下。后生嘅时候唔相信任何人介绍俾我都冇用，唔会接受啊！介绍嘅人。老实讲，佢自己亦讲唔清楚，亦系一知半解。碰到我呢种性格，一定会打破沙盘问到底啊！问到最后，佢冇办法啦，不欢而散。我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法，这个教授是我心目之中最佩服的人，最敬仰的人，这很重要，尊师重道。我跟他学哲学，他跟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我学习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每个星期日2个钟头，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部哲学概论分成5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入佛门，是将佛经当作哲学来看，真的是研究哲学。方老师同我讲，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我都未听过，冇人同我讲过。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些都是他跟我说的，所以我以后出家着了出家衣服去探他，他一见到我，你真做啊？我说老师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个我要啊，非常赞成，你这条路行得啱啦。我学佛之后出家，冇一个人赞成，都话我学迷咗，迷得太过分啦。点解出家去做和尚啦？咁都系由于对佛法唔了解、唔认识，真正将佢搞清楚、搞明白，先知道咁到底系点嘅一回事。一般人都将佛教当成宗教，我哋心目中唔系宗教啊，佢系乜嘢？释迦牟尼佛嘅教育。佛教，我一出家就向中国佛教会建议，将佛教中间加两个字入去，佛陀教育，大家就唔知道话产生误会啦。佛教会当时有人赞成，亦有人唔赞成，不了了之。但系我自己用佛陀教育，我喺台湾有个基金会，佛陀教育基金会；我喺香港成立嘅机构，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我都加咗两个字入去。佛陀教育加两个字，以免发生误会。释迦牟尼佛真的是教育家，不是假的。三十岁开悟，所谓开悟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唔系老师讲俾佢听嘅，自己明白嘅。点解自己会明白呢？大乘经上讲得好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系乜嘢？系自性。中国人唔系讲咩？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本善里头包括智慧、德能、相好，全系自己心性里头有嘅。所以佛唔叫我哋去外面揾，外面冇嘢。一切要向内心去求，所以佛法、佛学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佢向内，佢唔向外。点求呢？佢有三个层次方法，三个层次叫戒定慧。持戒、得定、开智慧。慧从边度嚟嘅？慧从清净心嚟嘅，心清净生智慧。心染污生烦恼，心平等生智慧，心杂乱生烦恼。持戒帮助我哋得定，就是帮助我哋回归清净心、平等心，
清净平等是真心，染污杂乱是妄心。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妄心生烦恼，造罪业，真心生智慧，即功德，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所以因界得定，因定开慧。教学的理念，中国古人都采用了，真好啊，真有道理啊。佛教来到中国，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预接受了，都亦接受了。修学行戒定慧的路，所以戒定慧称为三学。信愿行是净土宗修学必须具备的条件。一定要相信，要肯定是心是佛，信愿持名就是是心作佛。众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无，是大道的根源，那就是信心。中国人讲信，五常里头，仁义礼智信，信是五常最下面的一个信德。无信上面全都冇啦，仁义礼智信，信好似起五层楼，佢系第一层，智系第二层，智系理智，唔系感情用事，礼系第三层，义系第四层，仁系最高嘅一层，仁者爱人啊。最下面是信，信冇咗全冇啦。可见得呢个字重要啊。下面讲第二个条件，愿。咩叫愿？厌离娑婆，因慕极乐。对我哋娑婆世界住喺呢个地方时间耐咗，无量劫啦，生死轮回，苦不堪言，而家觉悟啦，唔想喺呢个地方住，希望早日出嚟。认识了极乐世界，对极乐世界生起欢喜仰慕的心，心心念念想住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
想亲近那些诸上善人，物中所谓大成就者，在极乐世界大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他们会帮助我们，会提拔我们，在极乐世界修行很容易就成功了。下面一个比喻讲，如子益母，益欲往生。对待阿弥陀佛就好似细路仔想母亲一样。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慈母。我们时时想念必欲往生。必定要去极乐世界。行为从愿起行，着重在一向专念，无有间断，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一向专念。以上三事号为资粮。譬如旅行一定要带啲钱，仲要带粮食。古时候有钱有时候买唔到嘢食，必须要带粮食出远门。而家科技发达，交通便捷，到处有饭店有旅馆，所以唔使带粮食，带钱就得啦。从前抗战期间出门旅行都要带一袋米。点解呢？有时候小村镇旅途冇旅社，亦冇饭店，咁你点好？我哋见到海贤法师讲，佢妈妈要翻乡下，佢陪佢妈妈一起翻去，仲带个煲仔。点解呢？路上要煮饭，要有煲啊！搵几个石头堆个灶仔，佢就可以起火，好似我哋野餐咁。佢要有工具，要带个煲仔。呢种事情，我哋喺抗战期间必须要具备的。旅行要带火柴，要带个煲仔，这些餐具都要带住，到时找不到啊。讲以上三事号为资粮，资粮欠缺便难前进。信愿行三个具足，缺一不可，如顶三足，缺一便倾，倾就是跌倒了。缺足之顶，这个顶企不稳，那叫飞气。傻抄浮云，莲池大师的傻抄，
又复世人，虽行众善，于彼佛土，无信行愿，亦名非弃。咁要行众善，特别系指佛门嘅佛弟子，修学其他嘅宗派，对净宗冇信愿行，都唔会成就。最后嗰一条讲得好，虽有诸过，于彼佛土有信行愿，亦名为弃。呢一句重要，造作罪业，这个罪业就算是五逆十恶，五逆十恶是最严重的罪过，是无间地狱的罪业。怎么呢？他对净宗法门，他肯信，他想去，他能念这句佛号，他的往生条件通通具足，绝对得生。这种例子太多了。往生传里头最明显的就是宋朝灵阿法师，他为我们表法，他是个出家人，破戒犯斋，寺庙里头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看得起他，这个人有个长处，这个长处就救了他了。他相信因果报应，自己时时想到自己的行业造作，知道自己死了之后一定是无间地狱，想到地狱呢，他就怕了，求教于同学，向同学请教有没有办法能救他，等他不堕地狱。就有个同学送了本往生传给他，他看完，每看一个人念佛往生，他都深受感动。流泪惭愧。这本书看完之后，他就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你看他有信、有愿、有行，念了多少天？三日三夜。由于他真诚，那三日三夜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真诚、清净、恭敬心，具足这三个心，将阿弥陀佛念来了。
佛同佢讲：你仲有十年寿命，十年之后你寿命到嘅时候，我嚟接引你。迎阿喺嗰刹那之间，中国古人讲嘅福至心灵，人福报现前，忽然聪明咗。佢向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阳寿唔要啦，我而家跟你去。佢同阿弥陀佛讲：我嘅劣根性好重，受唔住诱惑。咁十年唔知又要做几多罪过，唔要啦。阿弥陀佛接受咗啦，同佢讲三日之后嚟接引你。咁我哋諗下，点解阿弥陀佛唔当时带佢往生？如果当时带佢往生，我哋永远唔知道呢件事情。一般人认为迎阿闩埋门念佛，点解就死喺房里头？冇人知道。留呢三日，佢有时间将佢经过嘅事情向大家报告，大家觉得惊讶，唔相信。好在时间好短啫，三日之后睇你往唔往生。到第三日，佢请大家念佛送佢往生，大家当然高兴，好事啊！我哋送你往生。念咗大概三个字，佢就同大家讲：佢见到啦，阿弥陀佛嚟接引啦，同大家告别，佢走啦，真走啦。呢件事情写喺《往生传》里头，写喺《净土圣贤录》里头，度咗几多人啊？当时大家见到嘅，对念佛往生能唔生起信心咩？造作罪业唔怕，只要肯忏悔、肯回头，佛大慈大悲，一样接引你。流传到而家，宋朝到而家700-800年，呢700-800年之中，读佢呢段公案嘅几多人啊？所以阿弥陀佛留三日时间，等佢普度众生。利益无边，呢种功德太大啦。我哋而家都受佢影响。我哋读完莲池大师疏钞里头嗰段开示，知道虽然有诸过，有咗过失，做咗罪业，唔怕，只要我哋有信、有愿、有行，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睇下面嗰一段，
我哋睇念老嘅原文就系、是、解论记，则有当机与不当机之别。三根之中，上中下三根，谁最当机？古说不一，今当明究。明是明了，明白，究是来研究。到底哪一种？盖以世尊五时说法，都是随机而讲的。随机设教，应病以药，所以佛经称为契经。上契诸佛所证之理，下契众生可度之机。五时说法参考资料里头有，在162页，这一段很长，我们概要地讲一下。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大彻大悟，开悟之后他就去鹿野苑为陪他照顾他的五个族人，这五个都是他的亲戚。他出家了，他的父亲正犯大王不放心，派了五个人跟他一起照顾他，就是五比丘了。到鹿野苑见到这五个人为他们讲四体，自众骄尘如尊者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所以你看，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正果，那叫什么？正法。如果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冇人正果，这种叫象法。有讲经，有听经，冇人修行，冇人正果，这种叫末法。在这个地方，我们明显地看到正法时期释迦牟尼佛在世和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一千年都是正法，真有正须陀洹，有正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而家冇啦。佛灭道到今年，我哋中国
古来的祖师大德所记载的是3041年2500几年是外国人讲的。我们知道古时候中国人对历史非常重视，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不重视历史，只有中国有完整的25史，上面从三皇五帝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都没有中断过。有写历史的人，历史是经验教训，里头所记载的无非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给我们后人做借镜，什么事不做得，做亲后头有不善的果报，什么事情应该做，后面有大福报。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经，经是真理，史是教训。从历史里头吸取教训，改造我们现前的命运，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困境难题。佛说法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华严，我们暂时不讲。为什么呢？华严是定中讲的，没人见到。什么人是听众呢？法身菩萨。亦即是说，明心见性的人先有这种神通能力，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闻法。凡夫的人冇份。凡夫从哪里开始呢？从六耳缘。亦即是说，六耳缘讲阿含，叫阿含士，在六耳缘里头讲的。讲了几耐呢？12年。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不容易啊，先办小学，从扎根落手。我们现在通常小学六年，佛陀的小学是12年，12年之后跟着办中学，叫方等时。8年，方等是阿含向上提升，预备
进入大学，方等好似中学。是大学的预科，八年。换句话讲，佛陀教育的基础是二十年。我哋而家学校里头嘅基础教育，小学同中学加起嚟12年，释迦牟尼佛系20年。先同你讲真嘅，咩系真嘅？宇宙万法嘅真相，呢种真相。而家咩人学嘅呢？哲学家、科学家，佢哋深入研究宇宙嘅奥秘，譬如话宇宙从边度嚟嘅？点解会有宇宙？宇宙系点发生嘅？而家科学家讲大爆炸，大爆炸讲唔通。喺天文观察系有呢种现象，呢种现象唔系大爆炸。呢种现象是什么？见到宇宙不断在度膨胀，十方好多星球星系以非常高的速度向外太空伸展，咁好似爆炸的相。但是这个不是事实。那这个膨胀是怎么一回事呢？记住佛经上有句话讲得很明白，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宇宙不是从大爆炸的，是从心想生的。心想生，点解会有膨胀嘅呢种现象？而家我哋諗下，人嘅欲望，人嘅贪嗔痴慢，係咪喺度膨胀？我哋諗到，因为嗰啲唔善嘅念头，唔善嘅行业喺度膨胀，咁即係话境随心转。宇宙大环境跟住我哋心里头欲望膨胀，佢亦显出膨胀嘅相。我哋如果修炼，佢亦就系修炼嘅相。咁就系境随心转啦。佛经里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我哋科学哲学解决唔到嘅问题都喺大乘经里头，不可思议。咁佛教嘅大学办几耐呢？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前面20年扎根。真正要讲真话啦，同你讲宇宙人生嘅真相就系波野时。波野系22年，释迦牟尼佛主要讲呢啲啦。波野系智慧，系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有嘅，
你迷了。佛用了20年时间将这个迷关突破。先可以开启这门功课。这门功课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主要要教的。所以佛法主修的是智慧，不是其他东西。他怎会是迷信呢？不是迷信，不是宗教。宗教是属于神学，他是开发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诸佛所证的证这些，菩萨所修的修这些，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些了。最后法华涅槃时，咁好似系研究所8年，喺呢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公开宣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换句话讲，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以前讲的方便话，讲一前提没有善根的人没可能做佛。佛在前面讲过，现在跟你讲真的，一前提有佛性，他亦能成佛。这才叫做圆满。没有一个众生不能够成佛，真正平等，真正讲到究竟圆满了。我哋跟住睇落去，一般而论，则大乘经典菩萨众当记，菩萨学习嘅小乘典籍，二乘当记，声闻缘觉就系阿罗汉同辟支佛，非常适合呢种人。为此净土，其特殊妙，独标一格。古有诸说，下标三例，唯独净土法门非常特殊。佛在经教里头有讲，为说当记微妙之法。咩人当记？我哋呢一类嘅人当记。我哋呢一类人真正得受用。咁就係释迦牟尼佛往后末法，我哋而家讲9000年，释迦牟尼佛嘅法运12000年，正法1000年过去啦。
正法的意义前面讲过，有讲经的佛弟子地讲经，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有正果的。佛灭后一千年，仲有人证须陀洹果，这个叫正法。正法过去第二个一千年有修行的，冇正果的了，咁叫象法。象法一千年过去啦，后头一万年，呢一万年之中冇正果的了。有讲法的，有听法的，冇修行的。而家真的，而家修行人同古时候人比，唔算修行人啊！唔好同其他人，我哋同来佛子嗰三个人比，我哋就唔算修行人。咩先叫修行呢？呢一句佛号，唔埋意，唔夹杂，唔间断，海贤老和尚九十二年唔间断，无时无刻唔念佛。佢念佛唔中断，除咗瞓觉醒咗之后，佛号就恢复啦。帝闲老和尚教蜗牛像，就教佢一句佛号，同佢讲一直念落去，攰啦休息，休息完跟住再念，唔分昼夜。几时攰就去瞌一阵，醒返快啲跟住念，三年唔中断。佢企度往生，通通都系如知时知，点知道嘅呢？佛嚟同佢讲嘅，往生嘅人冇一个唔见佛嘅。灵验会上，大势至菩萨讲：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哋要相信，现前系你未往生之前，你往生嘅功夫成就啦。阿弥陀佛现身嚟同你讲，你几时应该去，佢嚟迎接你。你自己清清楚楚啊。有啲人将呢个信息同佢嘅亲朋好友讲，嚟送佢往生。有啲人呢一句话都唔讲，唔同人讲啊。点解呢？怕干扰。同人讲的我哋见过，唔同人讲的我哋见得比同人讲嘅仲多。我见过好几个，
都唔同人讲啊。佢哋自己连同餐导游都唔讲，免得人哋扰乱。临终最怕扰乱正念。海贤老和尚往生前几日，有人同佢讲：你往生同我讲，我嚟帮你助念送往生。佢点讲啊？靠助念未必系真嘅，话讲得好有道理啊！所以助念往生真有问题，本来可以往生嘅，一助念往生唔到啦，又去九六道轮回。所以佢唔使人助念，佢选择夜晚，大家瞓着咗，佢走啦。第日朝早起身一睇，走啦。真走啦，往生自自然然咁走嘅，冇丝毫痛苦，冇病啊！往生当日，佢系夜晚走嘅，日头仲做咗成日嘢，喺来佛寺嘅菜园。翻土、掹草、淋水，忙到天黑。有人见到老和尚喺菜园，同老和尚讲：天黑啦，可以收工啦。佢回答点讲呢？佢话仲有少少。我做完我就唔做啦。諗唔到嗰日夜晚走啦。第日大家知道咗，諗下琴日讲嘅话，话中有话。我仲有少少做完。我就唔做啦。佢走啦。话里头有话。只是听的人粗心大意，想不到啊。再回想他往生前十几二十日，有些事情不是他生活之中的常规，不合常规，探下佢嘅同修老同参，好耐冇见面嘅去探下，咁都系咩呀？见最后嘅一面。佢亦唔同人讲，陪佢去嘅，带佢老和尚出门去边都揾埋佢一齐。有个居士时时跟喺老和尚身边，老和尚只对佢一个人讲：探完老朋友离开路上讲，我以后唔再嚟啦。佢话点解唔再嚟？老佛爷要带我往生啦。透露个消息，老佛爷边一日嚟，几时带你往生，佢唔讲。所以有啲老朋友、老同修都想去睇下。
咁系老和尚一生唔常见嘅事情。所以回想起嚟，早就知道几时走，只等待表法，因为老佛爷叫佢表法，等咩表法？就等呢本书。若要佛法兴，唯有增正真。我哋大家都知道，老和尚唔识字，绝对唔识睇书。有同修带一本书去庙度，佢问咩书，讲出嗰本书个名，佢一听非常高兴。好似系心里头时时諗住想要嘅宝贝。好多年都冇信息，忽然宝贝现前，咁样嘅高兴啊。从来未见过老和尚咁高兴啊。好快咁将佢鍾意嘅衣袍搵出嚟着喺身上，叫大家你哋同我影张相，我手上揸住本书。感受说明老佛爷叫佢表法，表咩法？就表呢个法。表呢个法，为而家嘅正宗学人证明三件事情。第一件，下莲居老居士嘅汇集本冇错，真经字字句句都系释迦牟尼佛讲嘅，冇改过一个字。第二件事情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用了六年时间汇集成一部注解《无量寿经》的注解，确确实实是《无量寿经》第一注最好的注解，里头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可以放心，不是假的，是正法，不是邪法。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依照这部经修行的同修没有走错路。佢系往生极乐世界嘅菩提大道，快速通道，绝对一生往生不退成佛。表呢三个法，佢嘅任务圆满啦。阿弥陀佛带他走了。我们正宗同学对这件事情放心了，不要再疑惑了，不用再去议论，信愿持命，一向专念就好。记住，老和尚一生未读过一部经，未听过一部经，就一句佛号，92年没有改变过，
冇中断过，真正系从初发心到圆满菩提，就一句佛号。如果你要怀疑经是假的，靠不住，那你就学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就成功。这部经真的亦好，假的亦好，你们自己去赞，我不参加任何一边，我只念我的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就是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榜样，我跟他学绝对没错。咁就成就啦。下面有三个例子。第一个，上辈往生为是菩萨，我哋睇念老嘅注解。上辈往生为是菩萨，本经名三辈往生，每辈再分三品，则同于观经中之九品。唐善道大师以前之古德注释，为往生极乐上品上生者，是四地至七地以来菩萨。换句话讲，佢唔系凡人，极乐世界三辈九品。上辈凡夫无份，上品上生要四地到七地，上中品是初地至四地以来菩萨，以来就是以下，初地到四地上中品，上下品是大乘种性以上至初地以来菩萨。换句话讲，上辈三品是菩萨往生，不是凡夫，而且在菩萨地位好高，都登地了。中品上生是小乘三果，若如是解，如果好似佢哋咁讲法，则九品之中，上品为是菩萨圣众所生，中上品是小圣所生，从上上至中上四品，凡夫绝分，冇份啊。咁讲法系古德讲嘅，我哋再睇下面嗰一段，本为凡夫
兼为圣人。我哋睇注解，睇念老嘅原文，善导大师，我哋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唐朝时候人，佢所著嘅《观经四帖疏》《观无量寿经》嘅注解，名叫《四帖疏》，颇前说曰：佢唔赞成古大德所讲嘅，佢话如来说此十六观法，但为常末众生，不干大小圣也。呢句话嘅意思，下面念老讲：依为佛说观经中之九品往生，只为沉溺之众生，沉溺系六道轮回，专为六道轮回众生而讲嘅，而非专为菩萨与阿罗汉也，唔系专为菩萨，亦唔系专为阿罗汉，系专为六道众生而讲嘅，点可以话六道众生冇份呢？又话又看此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义，呢度要细心去睇。总是佛去世后，释迦牟尼佛灭度啦，唔喺我哋人间啦，五族凡夫，而家称呢个世界叫五族，名副其实啦。六十年前，我哋读经讲五族恶世，我时时谂世尊讲话，点解讲得咁过分？虽然有染着，呢个族就系染污；虽然有染污，并唔系好严重。但系六十年之后嘅而家，成个地球嘅染污确实非常严重。甚至科学家对我哋提出警告，这个警告是二十年前讲的，他说我们的地球环境染污，如果没办法改善，这个地球五十年之后，已经过了二十年，还有三十年，地球唔适合人类居住。点解呢？到嗰个时候，唔单止动物受染污，陆地、海水、海洋都受染污，会变成点呢？土地染污啦，咁麻烦啦。而家正系土壤染污，你种出嚟嘅粮食变性啦，
水染污啦，水里头有毒，唔饮得，咁点好？空气染污啦，呼吸都带有病毒。而家系真噶，唔系假噶。雾霾系空气染污，唔系细地区，大面积噶。从飞机上向下睇，一片浓雾，睇唔到啊！唔似30年前，我坐飞机向下睇，下面青山绿水。地球嘅面貌好靓，而家飞到高空去睇，一片云雾，云遮住，睇唔到啦。飞机飞到云下边，离地面好接近啊！佛讲嘅呢啲话，而家我哋读到啦，我哋佩服到五体投地。佛喺3000年前就将而家嘅社会讲得咁清楚、咁明白，咁我哋点好？佛为我哋指出一条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唔系我哋厌离地球，系地球上嗰啲严重嘅染污、五浊恶世，逼到我哋唔能够再住啦。唔系我哋想离开，唔能够住啦，咁点好？咁就要换环境，边个环境最好？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我哋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嗰个世界人人有份，只要肯去，条件好简单，真信、真愿、肯念呢一句佛号，你绝对得胜。而家我哋细心去观察、去思维，只有呢条路。除呢条路之外，冇第二条路好行。我哋一定要揸住呢个机会，绝对唔可以放松。善导大师讲得太好啦，将呢个疑惑为我哋解除咗。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系专为十方佛刹六道里头罪苦众生，系为佢哋建立嘅，对大乘小乘附带嘅。主目标是到我哋，我哋要放心，要感恩，要揸住呢个机会，认真努力，万缘放下，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咁就啱啦。又话你睇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衣，总是佛去世后五族凡夫，但以预言有义。呢句话讲得好啊！
我哋语言唔同，致令九品差别。语言差别喺边度？何者上品三人士与大凡夫？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佢哋预计完好，遇到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遇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恶凡夫，做作恶业嘅。福云又话：今以一一出文显证，欲使今时善恶凡夫同沾九品，生信无疑，成佛愿力，悉得生也。呢几句话都系善导大师讲嘅。讲今以一一文显证，这个文在四帖疏里头，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为我们证明他讲的话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讲的，古人所讲的没有根据，是他们自己以为上上品是四地到七地，上中品是初地到四地，上下品是大乘总乘到初地，中品上生，中上品是小乘三果，这样没有依据的。我们要记住祖师的教诲，善导大师对净宗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日本、韩国、唐朝那个时候来中国留学的出家人，绝大多数都是善导的学生，其次是天台智者大师的学生，修学其他宗派的人不多。我们现在去日本都看得到，很多很多正宗寺庙都有善导大师的造像，泥塑木雕的、彩画的，你都能见到。在中国看不到，在日本见到。日本人对祖师非常尊敬，孝亲的状况我们不多清楚，但是对老师的尊敬我哋睇到啦。非常值得人尊敬。善导大师教我哋敬重真正主要
教化的对象就是今时善恶凡夫。唐朝时候讲今时，而家我哋仲系今时。佢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善恶凡夫同沾九品，三辈九品，我哋全有份啊！善道讲得好啊，上品三人遇到嘅系大心凡夫，中品三人遇到系小凡夫，下品三人系遇到造作恶业嘅凡夫。由于行卷偈前开示《大无量寿经》之机，就是正宗的大本。《无量寿经》哪个是当机，亦即是佛陀教化主要的对象叫当机。是哪些人，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这里将我们现代人通通包括了。不是善人就是恶人，不是大乘根性就是小乘。凡夫、愚痴、无智慧，全是正宗教化的对象。大师之说，上契圣心，下合群机。就是一切大众根性，实大有功于净土，故终日诸事多中此说。中国、日本修净土的同学，通通都遵守善道大师所讲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